思和来思都是花样男子劳斯原是个校队的优秀种子来斯只喜爱读书偏偏他俩早见晚见每日着住同样纯白衬衣罗曼斯开场于双轮的桌椅不过二人不敢放肆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但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旁人会说不该忘形是踏薄自有一面退开暗里狠狠愁却怕讲出来两眼即使移开转开心里面也知这是爱男子和男子怎能亲密如此难面对却跟他勾过手指来思偏偏那样痴终于一次他扑过去四目对望然后取下衬衣迷惑中的路思此时先自知一向这好手中女子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能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旁人会说不多纯情何时会让这悲剧揭开他真的很意外想起相识以来一起温书狂野听歌看亲历如情侣底牌中揭开为何还害怕若觉得这样爱尚在计算他又是谁可否爱旁人哪个接受这种爱明明绝悔但终争便放开永远的忍耐永远不出来世界将依然不变爱只会让更多罪名埋没爱可要尽量做